还有 VIP 座啊，人家是 VIP 座哎、欸，对，是啊，对啊，就是啊，真的不要想，没有位置，一杯咖啡可以坐一个小时，严肃一点啊，来，严肃一点，对，当下开心一点，你啊，像是这是你们自己贴的、啊，那个我们找那个工人，瓦力啦，跟我们讲，我管，啊，关键瓦力啦，这样子适合，我就搞发财啦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因为老鼠是最旺的生肖，是吗？那我今年才开耶。你属老鼠吗？没有。啊。肯定要去安太岁。啊？老鼠今年安太岁。对。我给你加持，让你今年年头旺到年尾，生计免烦恼，今年财宝给你挂大厅，安尼好无？紧坐嘞。可以啦。紧的啦。我提两只给你加持啦，安尼好无？两只一公一母，我你双双对对，万年富贵，去。喝啦，因为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好像一定非染发不可嘛，对，不染不行啊，不染好像变老了没有说服力，他退休自在一点啊，无所谓啦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轻松一点，轻松一点啦，反正今天很荣幸大聊大发嘛，啊，因为大你出发，初七，初七啊，哎，今天初七，初七啊，来到志奎啊跟他秀珍还有这个。好了，我不要。我会再剪的啦，不要怕。这有录音的。我回去就让我好好的剪吧，我没心情。刚刚我说叫你要给我加持，我要给你特别给你录去你。啊，你刚刚就还在那里录。没有，没录到啊。我说我要录。在陈文琪那里。陈文琪啊，陈文琪那里。可是他们怎么给我？你的打算怎么给我？用歌词给你啊。可以传吗？可以传，因为你现场啊。没有。影片档很那个很平光，那个容量很大的，你要怎么办？或者是你今年放 FB 上面，它不行，可以啊。直接放在 YouTube 啊，直接放在 YouTube 上面就好了啦。YouTube 我可以下载下来吗？可以啊。YouTube 下载要比较用要影片档，我们几乎都是用那个外接的硬盘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因为影片档很大。你那个表现也没把自己表现了，那上网如果都下载了，我会教你怎么下载。对对对，有一条线，他那个相机插你的肚脐，就传过去。对，那里面档很大嘞。哎，人家是用云，你们知道云吗？云怎么用？云端。云端，对。烧热水啊。啊，云啊！这一段我没有录哦，我现在在他们附近等着上班。云就是这样，啊，不是拍粤语就知道啊。对不对？我以前那里滑，我要修。没有，我碰到云端，我也不敢碰。我非常感谢。哎，会不会用？这个盒子多漂亮啊！所以是刘宝在那边的吗？不是吧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你去找的吧？啊，你做的是不是？没有，去找，还是要去找。它是缎带的布，哎，其实也很好看。没事，对啊，所以你这样做，对啊，这个，对啊，清朝的织女袍，闲着没事吗？没事就去逛这些东西，因为这五六年了。哎，反正我讲，他说你老婆结婚都穿得起，去拿麦克风一支好了，这样大家比声音不错。给我接了，你跳过我先。你看，啊，声音大，又做声音大，又风波，我没有。对啦，你保留点吧。我在做生意，对啊，现在还做生意，要休息，有点质感。感觉，对啊，我们是讲啊，做生意这样也很好，觉得很有乐趣。反正我们先缺什么，我们到处去找，哎。你看我们这大概这十年来，陆续啊，很多画啊，日本不是受小东西最多的，对啊，对啊，希望还把日本东西拿过来，对，你看像啥的，不老了，小米就是很好办，对啊，刚才那边哪里来的机会啊？是我们自己顾客一推，他是个人的意思，他是老板，他是老板，对啊，跟咖啡杯不一样，有什么我知道，因为这种是精品咖啡。其实啊，我这边的地方，办公室是全部知道，礼拜六、礼拜天市场，
哇，好多哦，后面都整片的，视觉露营啊，还有露营啊，都是跳蚤市场，到中华路，中华路再过去的。他说五十张就是买一个牌子啊，阿伯杀，要讲那个给位置的牌子啊，都给他杀，他都有东西，对对对，都是很多二手的也有，十全路上的啊，对面的十全路上的，我看过了，我离开的嘛，对呀，已经过海了。一整天卖到晚上，我知道七八点了，下午去是一种，早上九点开业，没有六日，只有六日。啊，没有，我是七七日开业。哇，他是六日，你去一天够吗？东西虽然贵，你是大数点还是大数？我看好，昨天是在大数点，因为那边东西。哪些材料啊？因为我有带瓜子来。你刚刚他那个上来在外照，没有，没有，因为我们在什么照啊？没有，他被你吃光完照什么？啊，来不及啊！再上，现在是照杀啦！哎，剑杀！收掉！为什么不要？你要干嘛呀？没有，我要拍到瓜子啊！对呀，我吃瓜子啊！现在你看，唐先生在偷录我们呢。啊！阿婷，他到老板不要做生意了，都吃你的东西就好了。对啊，沙拉很自然嘛。不是，不要录了，不要录了，这样不要费用照收了。不是，买的话清洁费没有啊。好了，不要录了，招待了。带外食。一般人如果自己的相机哈，他会先看自己。对，如果自己不好看，他就是不用。没有人看相片，不先看自己的。对啊，没错，我就讲这样啊。看自己，如果是质量不好，就不用，就另外一张。哎，你翻脸做得很好啊。那你们上相啊？我不上相了，王俊最上相。没有。真的，陈文琴，你把你脸挡住了，所以你真的很糟。但是直接都会被你删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都是删掉。对，删掉。旁边都无去不对。你删掉你会后悔。打球帅的不简单，早上晒太阳哇，很累哦。我今天还早五点钟去打球了，是不是？五点钟就打球了，打到几点钟？啊，十一点半。打这么久，六个小时啊？没看到现在呢，拜拜。五点跟那个跟先打球，三点钟前是很接近。那也打四个小时哦，四个小时正常啊，正常，四小时算快了。你说是练习场还是下场？整个国礼在外带哦，在穿外带哦。我已经够大一条了。那是不是要加入会员啊？那个小朋友就是会员，这个也在外带的，不减就可以的。哦。球场打一场，这样我们在左营，我们这有70身份的，啊，里面拿到。那叫支付证。我有支付证啊。有支付证。有支付证就 OK 啊。就可以进去了。你又不打球？对，我不打球的。明天有保证，他说早上来叫我带他儿子去。我如果住在这边，我觉得打这个球也不错啊。对啊。也运动也不错啊。很好啊。是啊，嗯，因为套房，你现在跟他怕给你，哦，那你看怎样？你两个呀，陈先生，我自己日子好过，对啊，还没伺候人家干嘛呀？对啊，一哥爱哥好难。看，装不完飞也，他们两个在那边都，说也是，光考几科就已经，待会给小费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吧。哎，有没有清洁费啊？10%。没有啦。服务费。我给行政给他唐先生。这个饼干有那个什么味道啊？就是那个咖喱啊。这是咖喱的。这个呀。这是薰衣草的。这是咖喱。嗯。旁边有一个南瓜呢。好吃哈、哦！一下子就吃光了。南瓜。你还好，没有讲是点番薯。什么番薯？我讲不去一点南瓜啊！哎，我关键现在都，我看你还在用那个遥控飞机啊，你对那个有兴趣啊？对啊。还有潜水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哇塞！
好潮啊，好潮男啊！有看到他，看他的胸部。他以前，哦，他以前是水啊，潜水。我看我们同学啊，生活退休生活，对啊，很愉快的。玩的还蛮高层次的，最终还潜水。没有，我在美术馆常出现，美术馆。那广场啊，关系也很好。看那个打太极拳啊，跳这舞啊，他女儿不错啊，唱歌哇塞，社交舞啊。哎，你过年还是？对，琴也不错啊，你打高尔夫球啊，都很高级耶。我这是奔。哎，他这一套是高尔夫球装的。我跟你讲，小文姐她不是只打高尔夫球而已，她是一个礼拜打三场。我今天打完球还没洗澡，你说你就打十八号。这样也是一个老板。他的高尔夫球什么球具什么的，那也都。我球啊，要第一个那个不便宜，然后第二个不会啊，哪一场要三千块。真的还讲的、啊？一个礼拜三场，这么多啊！讲的人家都不敢进这个门槛的、啊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他外面收左营比较便宜啊，左营外面好像也要2000块吧？你看那左营军区里面那个啊，嗯、对啊，里面有啊，几千块的，对啊。有啊，他肯定都秀给。但是我老板市政府很多跑到边去吧，市政府的。哦，外面就要比较。对啊，到军区里面那边去打。对啊，那个就要2500-3000啊。平日同样2500-3000，高尔夫球板就是那个高到左营还一个。你干嘛一直这样欣赏我啊？你有什么话讲嘛、啊？我说你们去那个左营打一场多少？1093。你拿一场就一，那你一天三场啊？一天一个礼拜三场，哇，那也哇。他一个月打球要花10000块。对啊，10场好了。1万多块，那是在左营干嘛？他如果在外面租的话，一涨就才有3000。1万多块，人家在外面租房子一个月，他房租钱就10000多块了。你有钱干嘛？给儿子搞高消费的运动。讲兴趣嘛，他有找兴趣。哎，如果你啊，哇，你是不过哈，每天打那长年累月那，哇，我们其他什么其他的坏习惯，他也是站队的，我们学是不是？他每个礼拜进去打，球具贵是。好了，10万块好了，一整套，打十几二十年打不坏，可以啊，你打不坏可以啊，谢总，从上面比下，一个礼拜打三场，还是一个月打三场，一个礼拜，球具不到10万块，是一杆之差，3-4万块就有啊，一杆。